跟我玩烟，我炸，一个炸来搞你，爽哦！你喵啥笑啦？国外世界购不是创新高，初二是好事还是坏事？哎，算好事吧。毕竟已经有很多人嘴炮他那个是那个游戏引擎的问题。但我是没什么意见啦，反正对我来说没差。我有 CS 高不是高强，台湾也没人玩，台湾也没人玩，对不对？也没什么职业，也没什么比赛，什么都没有。Car, sight already. Bomb has been planted. Defusing盲狙一定不会比较准的。Boost. Hey. Counter terrorists win.跟我玩烟，我炸，一个炸来搞你，爽哦！自己开一间丢有吗？有这种房间？靠北讲话讲到一半冲出来，妈挺吓人呐、啊！哇，操！他看到我的手了。他是没有讲到说他防外挂系统做怎么样，但我只能说，射击游戏想要没有外挂那是很难啦、啊。我聋了，这游戏现在闪光量闪到真的跟耳聋一样，好像耳膜破了，超可悲。嗯。High mid,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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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h mid. What the fuck? This. Ooh! 干，这个人看到人不打怎样啊？故意的是不是？得烂炸这个就说我是炸烟。Shit. 不是灭那个炸这个烟很爽哦，把烟炸开杀到一个人，然后烟又合起来，这样很爽，可以偷一个人头再跑。有可能出新装备新枪吗？我去。
觉得不是没可能啊，但几率很低。就像他出那个 R8 一样，有跟没有是一样的意思。他出那个 R8， 基本上也没几个人会拿。你打十把，可能顶多看到一个人是拿 R8 吧。有跟没有差不多。Cash win，GG，吉吉，打架现在有心得了吗？简单来说，你要什么样的心得？没什么心得，就是 CS， 就很像，怎么讲？就很像你从 CS 1.6然后跑去打 CSO 一样，就是它可能有一些改变，但它本质是不变的，懂我意思吗？这样的解释。很像吧，就像 1.6 的弹道跟 CSO 的弹道就不太一样，所以 CSGO 跟 CS2 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有点类似的啦，就是又会有一些差别啦，大概是这个样。变好压是不是刻意迎合新手？可是我觉得 M4A4 没有比较好压，我刚压那个 M4A4 我觉得还好，可是 AK 我觉得变好压，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今天手感比较好。还是他真的变好压，不确定。画面你有喜欢吗？我觉得可以再暗一点，真的是有点太亮，眼睛蛮不舒服的，太亮了一点，可以稍微亮度不要那么高，有点太亮了，伽马值低一点。僵尸要出了没？那你自己去做工作坊做地图来爽就好。灾厄之章那个应该工作坊都可以做吧，看有没有人要做而已。推出之后会从瓦兰把玩家抢回来吗？我跟你讲，如果在台湾的话，可能不会，完全不会，一个都不会跑回来，一个都没有，顶多回来玩一下，然后就再回去打瓦。但是在国外的话，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吧，可能打瓦的人也是一样啊，回来玩一下，然后他敢会打瓦的，会打瓦的人啊，会想要回来打 CS 啊。会打瓦的人一定是觉得瓦兰好玩多了，他怎么可能再回来打 CS？ 所以我觉得不要想太多。他 CS 更新只是这个 South 2的这个游戏引擎已经讲很久了，他是不得已吧？就想说看借这机会不会有吸引以前很久以前有玩现在没玩的人回来打开他的 CS。